Hello，兄弟们好，我跟猴哥来做饭了。刚刚我们去买了一条大鱼回来，这边市场上也有卖这种冻的海鱼的。老二今天没上班啊，让老二来切这个中间鱼骨头，猴哥可能切不动。完了以后，猴哥在旁边呢，兄弟们，在这儿再帮我们点火。不能切呀、啊，切到你的手了。会切也不能切，切到手怎么办啊？切到手你不就哭了吗？疼不疼的？想想看，我们做鱼还要哪些东西啊？还有油。跑步去拿油，走走。我没有加速。没有加速啊？咱们上次买的这一大桶醋用到现在还有那么多，一百分为一，对，醋酱油锅里老抽料酒盐鸡精汤不是糖汤干糖，哎，老二看我，糖，一起，哎呀，肉肉摔跤了是吧？慢一点，把它扶起来，快！那个怎么摔跤？摔跤了，疼不疼呢？没事啊，不疼对吧？我要听什么？听什么？嗯。裤子也摔脏了哟，帮他擦一擦，猴哥。哎呦，擦不掉。花哥，油关灯。来了，咱们倒油，先把鱼煎一下，兄弟们。把油关灯。咱们把鱼锅里倒，兄弟们。大鱼块给它煎一煎。大家说锅里煮。啊。青姜锅里煮。放吧。搞错了，那个辣椒是最后放的，老二。对，来点料酒，兄弟们。把酱油放上。酱油锅里倒啊。料酒锅里倒。老抽锅里倒。老抽锅里倒。再稍微来点老抽啊。把水锅里倒。加水，铁锅炖大鱼。行了，让他在这呼着，兄弟们。猴哥，开锅了啊！好的。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，兄弟们。打开锅盖。哇塞！来吧，放盐、放糖、放醋。换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拍孩子能拍得清楚点，这样拍得清楚点。从上面打开，孩子。把盐锅里倒。对，盐锅里倒。鲜鱼甜肉，盐多来点没事哈。好嘞。把醋锅里倒。再来点醋进去，好嘞。糖快倒。再来点糖，不能太多啊，肉肉。OK， 好了，打开锅盖，打开锅盖，兄弟们，叔叔举锅了，出锅了，辣椒呢？辣椒被煮没了，哇，这下面差点煮糊了，你看吗？走，吃饭，出锅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兄弟们，三个男高音吵到耳膜一震，小心刺哦，把那个。刺给吐掉啊！对，吃鱼肉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放点汤，倒点汤，对。
好了，多了鞋呢。你翻个好。哇，筷子都吃掉了，肉肉。你打开谁弄你的？夹不起来了。太多了，慢慢，还行，还行呐。好不好吃，老二？好吃，叫老二蘸点汤吃，知道不？这个鱼厚就得蘸汤吃。嗯，这样才美味，对不对？嗯。这鱼太大了，肉夹不了是吧？嗯，也行哦，可以呀、啊，有进步嘛，孩子。现在你夹这是。蘸一蘸汤，再尝一口哈。蘸了个寂寞。还有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啊、嗯。爆米花太烫，来，要是不烫，咕啦咕啦咕啦，咱都出来。不烫，老二几口都搂了一半了哈。嗯。都搂不了烫。肉肉搂不了啊。嗯，带皮的好吃。带皮的好吃啊。嗯。你看这个样子，好吃，好看，又好看又好吃。我来给你夹。我想想，夹好就见你面。嗯，这个鱼皮好吃，煎过的。他不知道。给他蘸点汤给你哈、哦，蘸到这个鱼肉上，来吧。小心刺啊，你这样混起来吃啊，老二啊。老二吃饭像那个鸭子。嗯。他的嘴巴像鸭子。嗯。撅起来吃的。爸说那个鸭子要睡呢。今天我要吃披萨，你别跟他们比，知道吧？他们大，你慢慢吃，不着急。嗯，我不吃。嗯嗯。肉肉。嗯，来，跟叔叔阿姨再见啊！叔叔阿姨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嗯，比心。拜拜，兄弟们。